圆圆，小俊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这一次呀，可给咱家立大功了。小俊，我这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。圆圆，这出门在外呀，身不由己。听说孩子出生了，我这把工作都放下来，马不停蹄的都赶回来了。让我看看我的宝贝闺女。我说圆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能怎么回事呀？这生个儿子不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！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？要是个儿子呀，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，直接送人就行了。我说小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呀？这人家家生个儿子，家里人都开心的要死，你这倒好，生个儿子你倒还嫌弃起来了。我懒得和你废话，赶紧啊，把他送人。你，小俊，这咋了？这刚一回来，怎么跟我吵起来了？妈，他欺负我，他说要把我儿子送人呢。小俊，怎么回事呀？这别人家生个儿子，供应还来不及呢，你这生个儿子怎么要送人呀？对，你听的没错啊，就是要把他送人。反正呀，我是不喜欢男孩。小翠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呀，懒得跟你们说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，我闺女辛辛苦苦的给你生了一个儿子，你就这样就走，我不同意。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你今天要说不清楚啊，必须要出这个门。行，妈，今天呀，我就好好跟你说道说道。这我爸妈呀，把我生下来也不容易，他们呀供我上学，供我吃喝，他们二老呀辛辛苦苦一辈子呀，都是为了我。我呀把他们二老给掏空了，他们却没要我任何回报。你给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呀？我就告诉你吧，这去年呀我妈生病了，这我爸上我们家去借钱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你的宝贝闺女是怎么做的？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进来吧。爸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小俊呢？小俊不在家吗？在家呢。小俊，小俊。哎，圆圆。哎，爸。小俊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说你，你这大老远的过来，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我好去接你啊！接什么接？他又不是没长腿，又不是找不到咱们家。圆圆，你别说了，爸，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？小俊，你妈病了，住院了，需要钱，我想给你借点钱。什么？我妈生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还是老毛病，需要住院一段时间。我这手里的钱花完了，所以呀，我就过来了。行行行，爸，你呀别担心，圆圆，快去拿钱。拿什么钱呀？这我们家哪有钱呀？什么没有钱？这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不给你了吗？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呀？花完了，家里不得开销呀？花完了。怎么可能呀，你啊赶紧去拿钱。没钱。圆圆，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这个钱到底是拿不拿？行了，我这兜里啊就200块钱，拿着看病去吧。200块钱？圆圆，这200块钱都干什么的呀？小俊，别吵了。你不要拉倒，200块钱还嫌少呢，这买水果啊还够吃好几天的呢。圆圆，你小俊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爸，你干嘛去？给我坐下。200块钱，200块钱他也拿得出手。你告诉我妈，这200块钱能干什么呀？什么？竟然有这样的事？圆圆，你告诉我，小俊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呀，你真是要气死我呀！妈，
这我爸走的时候啊，虽然什么都没有说，但是他心里面肯定在想，这养儿子有什么用啊？妈，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些年我每次想起这件事，我的心都在滴血。妈，你说说，这些年我对你们不好吗？这我大姐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二话没说就把钱拿过去了。姐，你来了，来坐坐坐。小俊，你这今天没上班呀？是啊，姐，我今天啊休息。姐，你这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？这次来呀、啊、是有事。这我和你姐夫啊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呀、啊、想买辆车。买车，这是好事呀、啊。是好事。你看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连辆代步车都没有。可是这买车呀、啊，我们手里还缺点钱。姐，这缺多少呀？这差的呀也不多，还差10万块钱。十万？姐，你这买什么车呀？还差十万？小俊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这要买车，肯定要买个好点的，这一步到位了，多省事呀，是吧，姐？是啊，我和你姐夫呀也是这样想的。行行，正好啊，我现在手里也有钱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那这小俊没什么意见吧？他能有什么意见啊？这个价我说了算。姐，你在这等着啊。行了，小俊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我都明白了，我也知道你这心里啊是怎么想的。圆圆，平常我是怎么教育你的，你就这样对待你的父母呀？我的老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这俗话说，白山孝为先，你跟小俊结婚，他爸妈花了惯了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难道你公婆对你的好你都忘完了吗？现在你们两个的日子过好了，你却把他的父母给忘完了。行，我从此以后啊没有你这种闺女。小俊，你要想走啊你就走吧，妈没有脸再留你了。妈，我错了。你给我道歉有什么用啊？你对不起的是小俊的父母，你应该道歉啊，应该给小俊的。小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那样对待爸妈。小俊，你放心，等我出了院子就把爸妈接过来，一会儿好好孝敬他们好不好？我会把你的父母当成我的亲生父母一样的。行了，圆圆，你知道错就行，我希望你以后啊能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做到的。小俊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毕竟啊现在你们都有了孩子了，如果他以后再这样对待你爸妈，我肯定不会饶过他的。妈，小俊，你们放心，我肯定会改的。行了，圆圆，你也别哭了，你这坐着月子呢对身体不好，你现在呀要把身体养好。